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奇妙的野生世界。今天我要和大家一起探索非洲雨林中的绝对肌肉男银背山大猩猩。首先，我们先来看看这位身材魁梧、堪比健身教练的银背大猩猩。他们是世界上最大的非人类灵长类动物之一，毛发浓密，特别是成年雄性。他们的背部就像镀了一层银色的酷炫涂层。别看银背大猩猩的外表粗犷，他们可是非常社交的动物，他们组成的群体拥有严格的等级制度，就像一个猩猩帮，每只猩猩都有明确的地位。当然，最高地位可不是通过赢得杠铃大赛获得的。银背大猩猩不仅仅是肌肉大个子，他们的智力也相当了得。研究发现，他们具有高度的工具使用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。要是你不小心把钥匙落在雨林里了，也许银背大猩猩可以帮你找回来呢。银背大猩猩的饮食习惯也是相当丰富多样的，它们主要以植物为食，包括水果、叶子、坚果等等，有时候它们也会吃些昆虫和小型哺乳动物，不过这不是它们的主要食谱。要是有个大猩猩主厨开餐馆，可能就是素食自助餐的最佳代言人了。然而，银背山大猩猩正面临着严峻的生存挑战，森林砍伐、非法狩猎等因素都威胁着他们的栖息地和数量。保护银背山大猩猩就是保护我们与他们共同的地球家园，所以无论是研究还是保护，人类都可以与银背大猩猩建立和谐的关系。与他们共处，我们不仅能学到更多有关自然的知识，还能从他们身上获得无穷的欢乐和启发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的奇妙的野生世界就到这里，希望你们喜欢我们的银背大猩猩之旅。记住，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。我们下次再见。